不会期待下回，开心了是吧？耀辉，这次你能安全回来，我就放心了。说真的，我还真的挺担心，因为我哥的事情，弄得你的事业毁于一旦了。总部那边，真的没有为难你啊？我的事情你就不用担心了，总部那边的事情我都已经处理好了。那就好。你走的这些天，我还真挺为你担心的，生怕你会出什么事情。对不起，都是我的错，让你为我担心了。该说对不起的，应该是我。如果不是因为我，你也不会去冒险啊。冒险的日子结束了，我们该过平静的生活了。你是不是应该把你和安安以后的生活交给我了？乐美，你愿意嫁给我吗？不管是我们老了，走不动了，还是你生病了，我都愿意陪在你身边，保护你，照顾你。你愿意做我的妻子吗？你怎么了？啊，来，安安，妈妈抱。安安乖。安安，妈妈累了，爸爸抱啊。哦，安安乖，爸爸抱。哦。造成的经济及生意损失进行赔偿，对龙威集团来说，这无疑是沉重的打击。你怎么了？心不在焉的？没事。我去拿拖把。耀辉，我有件事想求你。是为了陆枫吗？耀辉，我知道在这个时候我很不应该跟你说这个，但是耀辉，我知道你在商场上认识的人很多，我求求你了，我求求你帮我打听打听他的消息，好不好？你先不要着急，我会想想办法。我去拿拖把。嗯。你个死胖子，我没用了。